没有，今天没有无锅鱼，今天没有无锅鱼。他会拿安井吗？要那个要那个鱼是有 ，Q 圈凿、玉针凿，那个会进进那个安井的话要看运气，因为鱼是要刚好有安井才留一份留一份。他等一下要值班的，现在我开始帮他留货。快点啦、啊，早点卖啊！快八点半结束，快点。好。快点，来报摊，这边。阿伯，我一份。这边。你问他不？阿姨，你问他，来来来。快点啊！我人还没出单啊。好，加张，我帮你留一份哦。掏钱，掏钱。还有恰张，还有恰张，还有恰张啊！站的啊，还有恰张。哪里有恰张？哪里有恰张？恰张，他在做恰张。好。没有恰张啦，没有啦。加卷留一份有留哦。我帮你拿。来。虾卷来一份，来，来，给你，帮你找800，等一下。虾等卷。对，虾卷，虾仁卷，应该剩不多，后面第六人拿三箱了。雷金，你留言哦，你到那个社团发文。雷金跟之前一样在社团发文哦。哎，要吃什么？我们这边在六米街哦，红千阳。黄米呀、啊。我们这里在六米街哦，六米街。靠近那个中清路这边的，靠近中清路这边的。黄米，500块。这个多少？黄米被我发。这个快涨倍了。啊，赶快来，赶紧去买，赶紧去买。叫你耳数学你就歪耳，啊大门拢袂，啊大门拢袂，啊大门拢袂歪，个大家腰修哦，腰轻哦。绕一圈，老南，下来，你打，你个大门大家77/42，68/30。来，77/42，对啊，好棒哦。差一点点，快要对了。77/47，很是数学。南龙哥，来来，我不管那77/49啦，77/36。哈哈哈哈哈。七七四十九。啊，你在啊？来，稍微，你们说要一个，给他。臭鱼。不少不少，500。给我。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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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不拉鱼200，留鱼200，不拉鱼200，留鱼200。OK， 没有问题。还是三点三八，
不是的，台下怎么不黑呐？来，吃四尾来啊，四只来啦，五块好先来啦，四只五块好啦，啊，少只几先来啦，这两尾过来，六只五百先来，六块，六块，五百好有人，有人来安尼啦，只尾过三，只尾过只了，七百，不能这样好啦，三个人先来，只尾过来，只尾过来，只尾过来，五百好啦，八只，八只，八只。爸爸的贺啦，那个爸爸爸的贺。我要接的不完，你进出九班啦。因为泰国龟，泰国龟啊，是哦。爸爸我来哦。九班就最用忙，我接。泰国龟啊，刚好这熊。三百有人来无？全拢在坐电话。是啦。来啊！还是六百块上来啦？还是八千块？好，不客气哦，千雅。三百块，三百块。价大位三百块，不吃。那有可能卖螺肉吗？螺肉很少，螺肉很少。螺肉我很久才看一次。有卖过，有卖过，很少很少。三百块。我很会直播，还好。很多人说我不会直播，然后说我很摇摆，很糗丢，然后说嚣张什么，所以很糗。然后我就回他说，对耶，怎样？有没有比你糗？因为我说别人都骑狗狗了，我都骑车狗狗。叫超能金刚，叫超能金刚，叫好1,700，两只600，两只600，这两只600，两只600，叫奖给卖500，一千找。500，三百五百嘞。我阿妹，啊！你这水果阿要吃哦？要收哦。3,500，来我招一两个，你来一尾够3,500，你看。4,500啦，要生哦。生袂落去啊！这一尾偌重啊？2斤重啊！超过1公斤哦。2,500啦。一箱敢6只尔？哎呀，500个少尔，两尾。好。3,500，海鲜妹竟然留言呢，是不？老板早。哎，你这卖五百无？五百。老板早。好，无人来买。收起，收了。收起。杨龙义。富林早。哎，你这是咩人？这是富林哇。他不能放。刘一辉啊，刘一辉啊，还不是更好，不然。红糖红枣。哎，红米还要更好吧？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！太差。太差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不了，不了，下锅了。我今天红枣更甜嘞。啊，那个不来啊？这老结婚。哎，炒虾的那一份，炒虾的人要的。你见你看人买炒虾，你见人买几回收？虾啦，没有剥皮鱼啊，剥皮鱼好久不见了，早点找，还有找。卖三只全罢工。小小吃早安。就那些，没有空啊。气死。个人来问两百红。虾仁全。半副没招。因为老爸不是我来呀。哦，气死啊！拜拜啊，拜拜啊，收呀，收呀，拜拜啊！心情都差。我咧接笑咧，你敢讲我？哎，不拉放的只剩好吧？不拉一片只好吧？心情都差去呀。过来，我笑恁节目。本来心情都好。喂。恁拢来，恁往远看来咧，我看电视的。看电视的。看迄个手机啊啦。哦。太好用了。
啊，无你甲伊行吼。来。哎，伊无行呢。来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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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的留言都是差评，当然是啊，对啊，大家不骂，大家不骂我才奇怪，就是喜欢骂我，拜托，你以为你骂我，我就会理你？那一招我小学就用过了，他故意那边说女生，哎，你这样子，你怎么裙子这么短？小气鬼，喝凉水，以为这样人家就会理你。我弟在病房直播，不要啊，让他好好休息。一杯不怕，五杯不怕，500块，500。啊，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啊？你开讲哦。会洗澡，会洗澡。还帅的，你过三百五吧，三百五吧，人不叫水爷嘛，帅爷啊，帅爷就倒地，帅爷就倒地啊。好啊，快快，今朝整五颜料，好，下了下了下了，过来了，过来海了，帅爷呢？尊女八 K 十二五。鲑鱼8K 12，一斤500克。刚加两把。来，爷爷老啊，快起来。那个看到这边有写鲑鱼哦，一箱8K 12斤，8K 就是8公斤，12斤，代表一只700克。一只700克，一只超过1公斤。来个小孩，300块，可以这里订吗？不，你要来哪哦？陪领，他们没有宅配哦。你可以在这边下单，但是你要来现场拿。鳕鱼刚才那一份500，应该是5片吧。刚才我没有仔细看，应该是5片500。贵，我们的贵吧？5块。你摕着这哦。500块，陪你，你有办法来吗？贵拢无卖。陪你，你有办法来吗？
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因为我没有看过你。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，你会过来哪吗？大概几点？然后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你有来过吗？动心。我要先确定一下，你可以几点到？这两天我不定。鲑鱼没有了哦，只有一箱。正规一尾。地址是六米街，你到六米街来就会看到了。三百块八八分。鲁达。鲑鱼啊。哎，鲑鱼。哎，鲑尾八。300块88。鲁达拜拜。过来。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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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还是这个猪皮做汤锅，加过来买吗？没了吼。九点的话，有点太晚了。他今天应该不会到九点哦。还要出什么东西？出了鱼，我黑皮啊！今年我刚刚黑皮啊来。台中名胜，台中，台中单杠啊，哦，啊啦，金瓜锅文虾。八点半到，那个你的鲑鱼没有了，我帮你留一份鳕鱼好不好？拿吧，拿吧，这样比较顺。这个假的，这个假的，撩工的，拜托。这个假的，假的，这个没那么准。我看一下。袋子啦。你不是鳕鱼跟鲑鱼吗？虾子，你知道虾子加一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要加大单，你重新下单好了。百个不？大波呀，大了，一百，大波了没有？那你可不可以换两百哦？两百换了可以换三百。你说的是那个原血啦？咸啊，你不要买三百。真的？你用不买五十块，你一只叫做三百。啊，真正买啊，人就大块。大只大吗？一百。龙王还好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有直播吗？建中那个八卦山有直播啊。你明仔要再来刷鱼，刷鱼到几个啊？明仔哦，明仔是后日哦。啊。明仔是后日嘞。我问你明仔要炸无？有啊。哦，我知。明仔我们你也要后日嘞，去去后日去啊。我知啊。你重新下蛋喽，陪你，你要鳕鱼虾子 ，OK？ 哎，你以为能大风头进来？过来不鱿鱼花哦，还是平均两个三个来。来，还有人要吗？来个两百有无？两百。好家人要看去哪里
那它有300跟500，看你要看你要多少。你要300，要等一下我叫他喊，好不好？广味街。是黑林哦。如果大锅的。会有你们大锅。刷电了，来了，我爸来了，兄弟。我先会过来，因为我头前去甲叫的，稍微无发。啊，这大先会叫甲稍微无发好。孙宇。孙宇。稍微无发。孙宇。这是鳟鱼，来多来，是鳟鱼哦。你尽量以鳟的来，啊，这纯的最好是三位过来，我吃鳟鱼的无。鳟鱼。